玩具店打烊了，我们得回家了。永不就两个字，你哪一个字听不懂啊？可是我们要走人了。哼，我才不走人，他们会来踢我们出去。我起来就好了。躲，那有一点贼贼的吧。哦，的确是很贼，是超级贼的了。拜托，你不是一直想要自己霸占整家玩具店的吗？对不对？没有，不过现在想了，首先要做什么？我们要找个地方躲起来，他们找不到的地方，我知道躲在哪里最好了。动作快一点，走了。店里都空了，快去把大门锁起来吧，法兰克。我明明叫史提，你高兴就好，法兰克。他们都走过了哟，用力，海绵宝宝，用力。海绵宝宝，把手给我吧，你最乖了，有理由。天兄弟，我们好棒哦！呀，这真的是太炫了！希望不要关灯。什么？我是说是你吗？我听不见，这里实在太黑了。你放心，我可以使用夜视力。你有夜视力？对呀。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记得有只手电筒卡在我的耳朵里吧？哦，记得。它可能跟我的大脑连上线了。讨厌，手电筒没电了。好黑哦，好恐怖。不要怕兄弟，找到电灯开关就好了。你要先放我下来。好，海绵宝宝，我放你下去，我们去找电灯开关，然后一切就会很美好了。